都是我的责任，算了，我就知道啊，想要抓住他，没那么容易。虽然老黄的指认不成立，但冯卫星赌博和隐瞒伤情是存在的，他就是那个内鬼。你一直不说话，你该不会又怀疑我？ 会有那么分裂吗？我在想，接下来跟拿冯卫星怎么办？120这个案子过去的时间太久了，除了那100万的良好赃款，能找到的线索几乎没有。我看还是得从占有案下手才行。120报警电话的声音对比结果也出来了，报案人使用的变声器，现场声音也很嘈杂，不能确定那就是冯卫星，所以我们只能放人。 有什么事儿你长话短说，我里边还有事儿呢。前两天你们还信誓旦旦说是严谨杀了孙佳玉，昨天老冯就被带走了，到底怎么回事？对不起啊，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信息。陈瑞敏亲自去抓的人，难道他手里真的有冯卫星杀人的证据？小欧，关于这个案子，你不要去想，更不要插手去管。你到底在回避什么？你猜错了。 你啊，你可早回来了，我就知道你没事儿。昨天一晚上没睡好吧？他们没怎么着你吧？就是问了点问题，你可别多想啊。你饿了吧？来来来，坐这儿。哎，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没事，我已经吃了，他们给我准备饭了。你吃了吗？ 现在是个孕妇，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去给你做去。你别做了，我先不吃。怎么了？不吃了？老冯，啊，过来。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这是对了15、16年前的案子，我参与了，让我协助调查。那调查就调查，搜咱们家干嘛呀？不行，我得去告他们。好了。 这不是误会吗？啊，谁不犯点错啊？算了算了，什么叫算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抓进去，不知道的人以为你真犯什么事儿了呢。作为参与者，我有义务配合调查。啊，得人处且饶人，等着，给你做饭。吓死我了，害得我一晚上没睡着。你怕什么？难不成你真以为？ 我杀人了？不是，我是怕他们冤枉你。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乐乐，还有这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呀？好了好了，这不没事吗？啊。
有件事想跟你说，最近确实发生太多的事儿了，让你受委屈了。其实我早就想向你求婚了，你也知道，我是个粗人，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要不这样，我陪你去金店，你喜欢哪款咱就买哪款。 其实啊，严谨这事倒是提醒了我，人生无常，喜欢做什么就抓紧时间去做，一定要珍惜眼前人。你呀，咱挑个好日子，把证领了吧。 回家了，他没事儿。嗯，那就好。小欧，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严禁，但你压力不要太大，我们先等着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吧。嗯，没什么事儿，我挂了。 就领证了，这还快呀！我跟老冯不是早该领了吗？以前幻想过各种被求婚的画面，都是特别奢华、特别浪漫的。我以前还跟你说必须得有鸽子蛋，但是现在没有鲜花，也没有钻戒，我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你呀，如果老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呢？ 什么意思啊？小欧来了，你们领证了，恭喜啊！谢谢啊。这段时间都在医院忙，要不然咱们大家可以聚聚。饿了好些了吗？还好吧，刚吃的东西都吐了，看着心里真难受。 慢点，你别太担心了，要不然你先去吃点东西。我吃不下呀，你呀，你回去吧，别在这待着了啊，别累坏了。小欧，麻烦您把你丫送回去。那你今天就在家里睡吧，正好跟我做个伴。嗯，走了。慢点啊，谢谢啊，小欧。 洗完了，你去洗。哦，我等会儿再洗吧，你累了就先睡。又跟网友互骂呢？瞧你气那样儿，小欧，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得为自己考虑考虑啊。 你说网上这么多人，你不可能一一都回应他们。再这么下去，你的精神会崩溃的。
你今天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老冯不是我想的那种人？哎，我这随口一说，开玩笑的。不对，纪晓，你有事瞒着我。咱俩还是不是姐妹了？我就觉得你最近怪怪的，肯定有事瞒着我。你真的想听我说？废话。好，我问你，去年跨年夜的当晚，冯卫星真的没有出去过？没有啊。你问这干嘛？我记得你说过，你中间睡过一段时间。你睡着的时候，你确定冯卫星没有出过门？肯定没有。我记得当时也就睡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老冯把我叫醒，让我喝粥。时间你没有记错？应该没错吧？那天跨年夜，电视上都是跨年晚会，我记得没多久就开始倒计时跨年了。纪晓，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呀？如果老冯真有什么事儿，你觉得警察会放他出来吗？你当警察局是客栈啊？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你急什么呀？我就随便问一问，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呀？你别弄了，我来。怎么了呀？药没了。什么药呀？维生素。放哪儿了？我给你拿。那边第二个抽屉。老冯最近总失眠吗？怎么会有安眠药啊？我没见他吃过呀，我都不知道家里有这种药。严谨成了嫌疑人，六年前的案子就被连根拔起了，就像有人设计好的一样。这个真相帝到底是谁啊？他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连小欧家的地址都知道？一审之前的那次网络风波，几乎是要置严谨于死地，凶手跟你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能无罪释放。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哎，冯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去三分之一工作的？有半年了吧。严谨有什么消息吗？严胜没说这官司胜算有多少。赵廷辉凭什么怀疑严谨？难不成他找到什么新线索了？既然你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们就应该让警方去帮你们去查，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二子版泡面有这么好吃吗？你这个面还是差了点意思，跟二子煮的，凉个东西，凑合吃吧。我说多余给你煮。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能接受批评才是进步的开始。要说吧，二子啊就特别有创意，他会往泡面里挤点柠檬，再放点什么辣椒什么的，那味儿香的别提了。你这面一定有什么故事吧？我们在武警特战队那会儿，第一次到境外执行任务，是野外。
环境特别恶劣。那个地方哪是人吃饭的地方，是地方吃人还差不多。二藏看到我们有一堆零食和泡面，他就研究，就做出了这碗面，直接把我的水土不服给治好了。从此往后，我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必须得来碗这个泡面，一吃准不好。你就说吧，这事怪不怪？我怎么听说你们这流氓三人组在武警特战队的时候没少让领导头疼啊？抗命违规那都是家常便饭了，我们仨那叫三剑客。只可惜三缺一了。你要是有兴趣，我欢迎你加入。等你真的洗脱罪名以后吧，万一哪天我把冯卫星逮捕归案了，又发现你才是真凶，那我那身警服可真的就脱了。赵廷辉，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是一类人？骄傲自负，绝不服输。如果当年你也在禁毒支队，咱们四个人肯定能尿到一个壶里。但是你这个人啊，太闷了。季乔啊，他就不喜欢闷的，他嘴上越说你是臭流氓，心里就越喜欢你。你少在这儿跟我炫耀啊！你是真不怕我公报私仇是吗？你不会的，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对不起啊，哥们儿。什么意思？你这话说的，这话说的我心肌肉都掉了。因为我害了你，到现在还关在这儿。那要不然？你现在把我给放了，真凶没落网之前，我可没这个权利啊，只能委屈你一下了，在这儿再好好待一阵。还有小欧，哎，行了行了，客套话就不用说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怪你，要怪只能怪那个凶手，凶手太狡猾，咱们太善良。说真的，你是我见过最牛的刑警。现在你跟老程联手，我在这儿啊，我一点都不急，我就踏踏实实的等你们的结果。听你说这些话，我心里舒服多了。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外面的事儿交给我跟老程。你有没有时间去看看小欧？你真不怕我趁火打劫啊？打劫的心，你肯定有。但季晓鸥绝对不会被你劫走，这一点我还是清楚。行，我回去看他了。那麻烦你帮我给他带句话。说吧，说吧。喂，找我什么事儿？还没睡吧？我给你买了点甜点，快到楼下了。这房子这么一布置，比原来温馨多了。案子现在有什么进展吗？严谨有没有给你出什么主意啊？给我说说呗。我怀疑冯卫星跨年夜当晚是用安眠药迷倒了方妮啊，才有的不在场证明。那你有什么证据啊？他家有安眠药，我亲眼看到了。这算什么证据啊？
所有人家里都可能有安眠药。那如果我说，冯卫星一直暗恋我呢？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他喜欢我，一直把感情深藏在心底，而且他很在乎乐乐的感受，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女朋友。方尼亚在追求他的过程中，我多次给他做工作，但他始终是拒绝的。但为什么在跨年夜当晚，他突然接受了方尼亚的告白，还把他带回了家？这个太不像老冯的风格了。除非他另有目的。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冯卫星非常了解严谨家地下车库的摄像头位置。那天他开车送我回家，车刚进地库就发生了事故。我说要去调监控，但他看都没有看就说那边没有摄像头。后来我去查看了一下，那附近确实没有。我确实配合了严谨逃跑，也不该骗你，更不应该在网上给你制造麻烦。但请你相信我，冯卫星真的有问题。这是他们家的新品，你尝尝。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案子的相关情况告诉你，我这也是在保护你，请你相信我一次，我一定还你一个真相。严谨让我给你带些话，他说他在里面挺好的，就有时候想你想的睡不着觉。他说让你等他出来，他要带你去世界上最美的海岛雪山，你们好好的玩一圈。这句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怎么怪怪的？原来真的没说过这种话吗？我问你啊，最后两天孔明灯是不是你放的？别说，你们俩的接头暗号还真的挺浪漫的。谢谢你。行了。严谨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不用了，你能帮我传话已经很感激。那我先走了。啊，对了，你就没什么让我带给他的话吗？乐乐，你爸坚持住啊！大夫说了，这疼是正常的啊。疼疼！你体内有新的干细胞在生长，坚持住啊！乐乐，乐乐，你爸坚持啊！乐乐，陈大夫，来。这是刚拿到的检查结果，孩子已经出现了弥漫性肺泡出血综合症，肝功能也表现异常，而且这些情况都在持续的加重。您不是说移植后排异是正常的吗？
我们已经用了抗排异药，但症状依然在加重。关键是这么早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排异反应，这说明手术并没有解决问题。你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队长，您的意思是乐乐他没救了？确实很不乐观。陈医生，不是这样的，我儿子之前挺好的，我觉得你们是太悲观了。您告诉我，乐乐会好的，是吧？陈医生，您告诉我，我知道你有办法。陈医生，我求你了，求你了，我不能没有这个儿子，一定要救他。我一定会想办法。起来，起来，冯先生。乐乐，你看小王阿姨给你买了这么多玩具，你说谢谢了吗？谢谢小王阿姨。累了吧，乐乐？那就早点睡觉吧，啊。爸爸。我想听你给我讲个故事。乐乐，小欧阿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让爸爸休息一下。乐乐，你看那边的玩具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个呀？我最喜欢灰太狼。为什么呀？因为他很聪明勇敢，别人觉得他很坏，其实他特别善良。那小欧阿姨给你讲灰太狼的故事好不好？从前啊，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小动物，其中啊，有一只善良的灰太狼。他勤劳勇敢，乐于助人，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和小熊三兄弟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大家在森林里过着平静又快乐的生活。但是突然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性格暴躁的大老虎。大老虎到处惹祸，搅得森林鸡犬不宁，还带坏了许多小动物。那灰太狼就和小熊三兄弟合起伙来对抗他，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灰太狼悄悄地成为了大老虎的朋友，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还让小熊兄弟中的老二被大老虎给吃掉了。小熊兄弟和他的朋友们都特别特别的伤心。那后来呢？后来灰太狼很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取得朋友的原谅，就找了个机会杀死了大老虎，默默地离开了森林。再后来，乐乐觉得灰太狼应该怎么做？如果我是灰太狼，我就会勇敢地回到大森林，跟朋友们认错。爸爸说过，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一切都还来得及。乐乐，你真棒。其实就像你说的那样，灰太狼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朋友的原谅，大家又过回了以前快乐的生活。
怎么了？做噩梦了？我查了所有冯卫星的三分之一的个人网购记录和采购记录，都没有发现刀这一项。他们家附近的商店和杂货店我也都查了，他们对冯卫星这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冯卫星这么精心设计陷害严谨，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让咱们找到作案工具呢？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他可能早就销毁证据了。冯卫星把这个案子做得这么干净，咱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查也不是个办法。走吧。去哪儿啊？分尸现场。凶手只要去过，就一定会留下证据。
善恶必有报。如果你真的希望奇迹发生，你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你该做的事儿。老方，怎么了？是不是乐乐出什么事了？没有，或者说乐乐很饿，想吃你做的饭。有胃口就是好消息，你赶紧过来吧。我知道了。失去世界也不可惜。